可以说是人尽皆知，他得道成仙的故事，真是一部善人行，因果循环的报道啊！这要从两只仙雀说起。 在太阳落山之前，都要在这棵金枝树上叽叽喳喳的叫一阵子。有什么好听的？天快黑了，早点回家吧。哎，铁大叔，你不知道吧？东街那个小裁缝张德宝，他居然藏了很多金子。哦，那个小胡子张德宝啊，哼，我不相信。哎，那些金子他就藏在床头前那砖墙的夹层里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他们说的。 啊，他们说的话，你能听得懂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耳朵忽然动几下，我就听懂了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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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光顾着笑啊，把买柴的钱给我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谢谢。铁老大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种话可不能到处说，万一被那帮坏人听见了，那张裁缝就要遭抢劫呀！哎，我这个人听话，这个耳朵进，这个耳朵出的，从来不多嘴的。哎，你不多嘴？ 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哎，我真多嘴，这对仙雀怎么会知道张裁缝家里头有金子呀？哎，这铁大松他是不是会说谎？哎呀，他是忠厚老实人，不会说谎的。嗯，你这个缺德鬼！哎，我缺什么德了？ 因为你把这话告诉了我。哎呀，我怎么叫人家不要说，自己倒说出来了，真混蛋！哦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你会不会告诉别人？不会的。 阎王老爷要记你一笔，啊！因为你的嘴又害了人了。不，嘿嘿嘿嘿。
大爷，真看不出你还是个大财主。大爷啊，我的金子，我的金子，我的金，哎呀，大爷，这些金子是我的。钱是人用的，你把它藏在墙里面干什么？我怕土匪来抢。那好，我们来保护你一家平安。 那太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！不过啊，你要把这些金元宝全部送给我们，全给了你们，那我还能平安吗？以后你就不必担心土匪来抢了。金子全没了，土匪来抢，抢些什么呢？别理他，把金子带走。是，我的金子你不能拿走啊！我情愿要土匪来抢，也不能要你们来保护啊！大爷！ 大爷，娘，想不到铁大松会把这句话露出去。你还责怪他？你要不告诉他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人缺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缺德。你这张缺德嘴，害得张裁缝倾家荡产。你要赶紧想办法把你缺的德补起来，要不上天会报应你的。娘。 我不是有心的，无事还有生非呢。这回你弄到这么多金子，他一定会再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找你去听仙雀谈话呀。他还想弄金子啊？哎，现在你只好去求你师父李孔木了。是。 我们吴员外请你去一趟。娘刚才不是交代你缺了德要补吗？这回你机会来了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 我得赶紧去找李孔木、李大善人。你肚子里啊生了一头山猫？山猫？是活的还是死的？ 啊！这山猫打似虎，它在我肚子里怎么待得下去呢？它正在一天一天的长大。啊！怪不得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了。到后来啊，它就会啊，嘣的一声啊，肚子就爆炸了。嗯，山猫就破肚而出，落地迎风掌，长得很大很大。哎呀，老天爷，怎么在我肚子里长山猫啊？我是做了什么孽啊？这是你上一代为人过分的凶狠。 报应在你身上，大善人，我还有救吗？你万恶内善，孝亲睦邻。我为你求太上老君讨一粒仙丹。至尊太上老君，炼丹救人性命，坏人越求越糟，好人有求必应。他能孝亲睦邻。 不该得此怪病，好人应有好报，请赐仙丹一粒。好了。 山猫还没出来，啊！那怎么出来？割开肚皮，让它自己跳出来。啊！不要紧，你已经有仙丹下肚，伤口会自己复合的。你先躺下来。
妄动。安静点。哎，大善人，我的肚子还开着口呢。哦，至尊太上老君，把他肚皮收紧，否则人家会说你仙丹不灵。谁敢说我的仙丹不灵？山猫已经收掉了。大善人，大善人，你我两家是世代之交，我不会骗你的。你的徒弟杨子真的没有来过？哦，没有来过。嗯。哦，这就怪了。员外会不会弄错？你府上人多，请你再查一查。哦，玉山。嗯。这是舍妹玉山。啊，玉山姑娘。哎，小丫头，孔木兄不必客气啊。哦，小丫头。既然这样，小弟就告辞了。你我改天再叙。留步。哎呦！哎，过来，过来。我。孔木兄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怎么了孔木兄？连走路你都会跌跤。哎，杨子，那不是杨子吗？没有见到杨子。没有啊。他李孔木呢？啊，哎，奇怪，怪他怎么走得这么快。就是啊。哥哥的妹妹吗？他既然是我哥哥，我当然是他妹妹了。你为什么不帮他，反而帮我呢？我是在帮他呀。他现在一心想做坏事，上天一定会惩罚他的。我如果替他做点好事，也好减轻他的罪过。想不到他这么坏的人，会有你这么好的妹妹。人又不是西瓜，怎么能分得出好坏呢？哦，哎，快开门呐，救人要紧。是不是怪我出手太重，打伤了你们家的坏人？不是坏人，是做坏事的人。对，
人不是西瓜，不分好坏，人做的事才分好坏，对不对啊，小丫头？哼，谁是小丫头？啊，哦，玉山姑娘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只顾着说话，忘了救人了。啊，慢着。我警告你们，现在我的一双胳膊啊，是力大无穷啊，不是你们凡人能够抵挡得住的。嗯，你们既然知道害怕，那就算了，你们去吧。哎，我们怎么可以听他的？嗯，对，打。哎，慢着，慢着，哎，慢着。李孔木，你太不是食物，打从现在起我要以你为仇。哎呀，为仇就不必了啊，把画像还给我吧。这给我打，打死他。别放他走啊，拦住他。你恐怖，你跑不掉。有福就有祸，祸来时别气馁，福到时莫忘形。这位兄弟真有奇祸当头啊。长者怎么知道？看你面含惊恐不安之色，印堂暗淡，鼻准无光，必有难题缠身。敢问长者，如何可以解脱此祸？目前看起来是祸，过些时候也许他带给你的是福。安知非福，是福。人生祸福难避。请教长者，假如我想潜入歹人住宅去救好人，可有方法？我可以教你一种立梦隐身之术。请长者指示。首先要胸怀虔诚，以行善为宗旨，双腿并拢，双背平伸，心智神合而为一，直立如松，入定如梦，三思神出巡，你可以见人，人不可以见你，这就是立梦隐身之术。三思神可以到处走吗？任意飘行，铁壁铜墙，通行无阻。事到如今，由不得你。一天，到了今天黄昏时分，把他押到鲜血山去，听你两只鲜血谈话，你要去也没用，我就不帮你们弄这些非分之财。再打。我娘说的，缺了德要补，打死我都不顺从，这就是补德。你他不在这儿，你还路子什么？走走走！我不走，是我害了他，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，我才能心安。给
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，你敢？住手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进去，别管我的事。你把他的腿骨打断了。叫你别管，死丫头！害人如害己，表面上是害了人，实际上也害了你自己。嗯，哼，我哪害到自己了？眼前是看不见的，哥哥。哼，乌鸦嘴！把他带进去。是。哎，小丫头，我在这儿呢。什么妖怪啊？是人，不是怪。那你一定是坏人。嗯，人不是西瓜，不分好坏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李孔木。你这是干嘛呀？玉山姑娘，拜托你去跟杨子说一声，今儿个我来，本来是想救他出去的。哎，不行的呀。你是亲眼看见铁大松被他们打断了腿，你还不快点回去替他治腿啊？我是怕啊。哦，你是怕你不快点回去替他治腿，他就会死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改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改天再来救杨子。哎，叫我替你先告诉他，好让他放心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，你现在想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家主人李孔木的灵魂安全回家，及早入窍复原。啊，孔木，不要搞这种危险的玩意儿了。大叔，累你操心了。啊，铁大松的腿。哦，他们夫妻俩啊老早就在这儿等了。哦，大善人。哎呦，腿骨已经被打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是靠他劳力吃饭的。至尊太上老君炼丹救人性命，坏人越求越高，好人有求必应。大善人，是不是太上老君不肯治大松的伤？这样吧，我先配副药给他吃了再说。腿虽然会残废，命留着也是好的。你们先拿去用吧。那你见到的是我师父的灵魂？灵魂？那我师父他死了。怎么会死了呢？灵魂离开了身体，不就
就是死了吗？哎，对呀，好人怎么能让他死呢？他的心真好，死了还想救人，还想替铁大松治腿。师父，我到老家去看看。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魂。哈，你说笑话。左杆，你们家不是出去一条魂吗？对对。那今儿个我就是来看他的。好，那里面请。行善，想不到身后落得如此萧条，我很惭愧，身为恶霸的妹妹居然没法帮助你行善，真是好人不在世，祸害活千年，这就是上天最糊涂的地方。其实我也很糊涂，那天我遇见你的灵魂都不知道你已经死了，等到杨子哭着叫师父，我才明白过来。孔木大哥，你好吗？我很好啊。你怕我为你难过，硬着头皮说好。你真是个好人，不应该说是个好鬼。哎，不不不，是好人。哎，你现在是个好鬼啊。哎，是人。你还是活的。嗯，还好，鼻孔里还有气。哦，你真是活的呀。哎，小丫头，你再帮我一次，把杨子救出来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是我一个人不行啊。我跟你去。哎，不行啊，他们都认识你，你去了会遭殃的。哎，那该怎么办？除非你变成一条狗啊，我把你牵进去。人是站着的，狗是趴着的，怎么变嘛？可以变哦。是你说的？没错，是我说的。你先趴下来。不对，我的身体还没有变。哎，老头，要把他的身子也变成狗才行啊。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，老头。对了，李孔墨，跟我走啊。二小姐回来了啊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买了一条狗啊？啊，你看好不好啊？这条狗不准进去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管区。你少啰嗦，回去回去啊。哎，抓他，让他回你屋去，快别跑。别跑，别跑。哎，师傅，站住站。刚才他变成人，你有没看到？有啊，我看见了。奇怪，怎么又变成狗？
明白了。李孔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会儿你要抓住机会往房里跑啊。小姐，你吃过饭了没有啊？吃过了。啊、你守在这儿也够辛苦的了啊、哦。站一站，坐一坐，哦、不算什么。这条狗、啊，这条狗是我刚才买来的，不要管它，让它到处玩玩去啊。这狗。你知不知道狗是吃什么东西的？狗、哎、吃人剩下来的东西，什么猪骨头、哦、鸡骨头、鸭骨头啊，剩饭剩菜什么的。其实二小姐，你呀、啊根本不要烦这个心，把狗交给阿东，叫他每天三餐、按时喂他就好了吗？啊哈、其实啊，像这样的狗多得很呢、啊、他要是不听话，把他杀了吃狗肉。好啊、哎、那我现在就把他杀了。啊，杀狗啊？不行不行啊。哎呀，二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说好的吗？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老实跟您说啊，二小姐，我最喜欢吃狗肉了。二小姐你呢？啊，我所以，但是不过，如果好好好，你不肯就算了，可惜啊，市面上很少看到卖狗肉的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人呢？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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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黄，会不会？他怎么会逃出这个房间的？哎，你到后门口去看看，也许能发现一点痕迹。嗯。吃里扒外，坏我的大事。谁恋？
少期待和盼望，无声悲的妹妹，你真是冤家路窄，老子偏不救你。谁叫你身在吴家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跳水了？哎，喏，哎，那不是吴玉山吗？哎，就是他呀。啊，哎哎啊，你不要下水，他已经死了。你怎么不下水救他呢？哼，我才不救他呢，他们吴家人死光才好。哼，你看看我的腿，我的头，都是他哥哥害的。哎呀，可是见死不救，罪同杀人，你呀，必有报应的。你自认你救了你的徒儿，这就是福。长者上次不是说过安知非福吗？现在福真的来了，目前看起来是福，过些时候啊，也许啊，他带给你的是祸。兄弟，安知非祸。哦，又会是祸？照你的气色看来，往后是危机重重，巨祸临头，不宜妄动啊。可是有些时候又不能不动啊。嗯，我给你锦囊一封，到紧要关头拆开，可以解你一时之围。啊，多谢长者。都可以走，为什么一定要死呢？天下这么多人，什么人都可以死，为什么一定要死我呢？让100个人来抵他的命，我要报复老天爷。你给我看好尸体，等我为他找到了替死鬼，才能下葬。是。谢谢。谢谢。田老大，想不到你会落到这步田地呀、啊！我有什么办法？如今我不能上山砍柴，不讨饭，我拿什么养活我老婆？哎，你看你，急得连头发都掉光了。哎，这碗饭给你啊！啊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不是吴申飞那个恶霸家里拿出来的？哎，是啊。我是看他人之慨呀、啊！你呀、啊，这我不能吃恶霸的东西，不受恶霸的救济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恨他呢？呸！我恨透了他。昨天我看着他妹妹跳河，我就是不救他啊！要是换了别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淹死的。大善人，大善人。大善人、啊、怎么了？大善人，大圣他是昨天早上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他一定是出事了。哦，大概又是吴生飞。我们到县衙里去告他一状。不行，
我们老远的从县城里把官差请到这儿来，万一在他家搜不出大宋，岂不成了诬告，反而要吃官司。那怎么办呢，大善人？别急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用我的立梦隐身之术。哎呀，怎么又要出魂呢？我可以先到他家去，摸清楚铁大松被关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带着官差破门而入，人赃俱获，让他来一个措手不及，俯首认罪。好主意。铁大嫂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有了消息才告诉你。谢谢您，大善人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准你去。大叔，这太危险了，一个人连魂都没有了，光剩个臭皮囊竖在这儿，万一倒下去，那还会有命吗？大叔，不会出事的。上回我的灵魂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你要是一定想搞什么魂不守舍，等我死了，随你怎么做。我是跟你商量啊，不要难过嘛。我只是你们家一个老家人，哪有这份权利来管你？不，大叔，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我爹娘过世之后，多蒙你照顾我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佣人，你就像是我亲叔叔一样，是不是啊，大叔？那你就得听我的话，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。这个，这是一位先知先觉的长者给我的。服下此丸，可保躯体坚如铁石，刀枪不入，唯需小心火烛，慎之慎之。哎，大叔，这下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吃了这粒仙丸之后啊，身体可以像铁一样结实。娘子，你要好好的看守我的身体，不要让我大叔担心啊。娘子，你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看守我的身体，只要不用火，一定没有问题，很保险的啦。来，开始吧。是。铁大松这个畜生罪大恶极，我一定要活活的把他给饿死，才能泄我心头之恨。吴生飞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哦，那就是你了。啊，我也没说话呀。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我劝你放了铁大松吧。哎，这连茶杯也能开口骂人的。老板，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说的不错吧，他果然会施妖术，搞三司神出窍。把这两个人给我绑起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求求你别动我师父。李孔木，你靠妖术起家，也是妖术害你丧命。对不起，我要送你去见阎王。啊，刀砍不进去，他有霞光护体，铁器无法近身。
你们这两个笨蛋！哼，把他放开。是。没你们的事儿，你们请回吧。嗯，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毁灭李孔木的身体？没有，不会没有的，任何妖术、法术、绝招、神功都会有个漏洞，骗不了我的。就是有我不知道，也好比没有啊。嗯，哼，嗯，再见，嗯，嗯，你不肯说是不是？打！哎呦！哎呦！打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打！哎呀！娘！哎呦！走啊，娘！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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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！这是孩儿拖累了你，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！孩子，人活着要能安心，心不安宁可死。孩子，你要是出卖了你师父，这一辈子你能安心吗？孩儿知道把这老太婆拉出去，好好的修理她。是，娘。孩子，娘。孩子，娘。娘，娘。你母亲很能忍呐，居然不叫痛。畜生，你们简直没有人性。怎么样才能毁掉你师父的身体？你要说就快说，老人家挨不住几下可就完蛋喽。好，我说用火烧。烧，快准备木柴生火。是，你先放啊。是，娘子已经说了。畜生，你到底还是说出来了。你，哎呀，出去，来这出去。董大哥，董先生，董大爷，我求求您行行好吧，饶了我师父，放了他吧。去啊，董大爷，我求求你了，董大爷。如此身负何言？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对不起你，娘。让我死，让我死，让我死呢？留着你，我们无冤外还派得上用场呢。你们不让我死，也不让我活，留着我干什么啊，娘？
吵什么嘛，你安静点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你看他，你活，你休想死！你，我要你死，你休想活！要我死，我偏活起来给你看。你活了？你妹妹已经死了。你这个畜生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等我回去把老婆安顿好，再来找你算账。哼！玉山，玉山，玉山，不是玉山，这一定是铁大松的鬼魂附在玉山的身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赶紧追出去，把他抓回来。走。哎，你是李口木吗？木吗？我们要捉拿你。拿你？二位是什么人？我们不是人。是人。哎，不是人。我们是城隍菩萨派来的鬼差。鬼差？因为你已经死了，灵魂不可漂流在人间。人间？所以要押解你到阴曹地府去归案。归案？不不不，我这不是死亡，是立梦隐身呐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的躯体已经毁了。毁了？我不信呢。不信，我们带你去看看。看看。走。孔木，大叔。回来了，现在我们阴阳两隔，不能相见，以后这个家可怎么办？当初我两手空空而来，如今我还是两手空空而去，什么都不是我的了。大叔，你多保重。孔木，孔木，你不能走，求你留下来，就是鬼魂也好，这个家少不了你呀。可是大叔，我身不由主啊。哎，李孔木，你怎么那么绝情啊？你大叔这样求你，你就该答应了。应了。你答应我留下，给你七天期限，有什么未了的事赶紧办。紧办。好。第一，看能不能把养子救出来。我害死了母亲，又害死了师父，我是不孝不义之徒，我不死天下还有公理吗？我还是死了吧。老爹，我死不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死不掉就不要死。
可是我又活不下去啊。人不可怕死，但也不可找死。我不死，对不起我师父。你死了，更对不起你师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师父希望你不要死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你师父。啊，师父，你又来救我了。我出卖了你，你非但不恨我，还来救我，你简直好的不是人了。人不会有这么好的。你是强盗通匪，你这个无事生非的家伙，我跟你拼了。员外，把他杀死算了。慢点，她是我的妹妹。其实现在她并不是二小姐，是铁大松啊。哦，先把她关起来。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家伙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哦，铁大松的尸体运走没有？我已经扔出去了。你们这些混账东西，不得好死！你们这般恶霸的走狗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又不要你费什么大力，只要用耳朵听鸟讲话，这有什么难处？我就不相信你能反抗到底。我就偏反抗到底。嗯，你再说说看，你再说。我就说。员外，你怎么打我嘛？哎，你在搞什么花样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那怎么会打到我呀？干嘛？你敢打我？不敢不敢。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啊？你还敢赖啊？他妈的。就是你在搞鬼。哎，不能再打了，员外，不能打了。员外，你打吧，他跑不了了。哎，你不行啊，过来。是。你打吧。哎呦抓起来。是。哎呦混账东西。把他抓起来。把他给我带到后面去，用石棍子给我压扁啊！把他带出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求求你们，不要压扁我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，不要压我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
奶啊！啊！啊！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！求求你！求求你不要杀我！啊呀！把杨子给我关起来，把他关起来。是。啊，那位长者不在、啊。李口木，我们知道你是好人。好人。本当要帮助你，可是今儿已经是第二天了。天了。再不押你回去交差。交差。我们兄弟俩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惩罚！拜托你跟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哎，好吧。莫道人生祸事多，大难过去就是福。是福是祸难定论，向上向善勿堕落。弟子果然是大祸临头了，李孔木。目前看起来是祸，过些时候也许他带给你的是福。兄弟，安知非福？还会有福？连命都没有了，福怎么来呢？现在你朝着正南方一直走，任何情况下不要回头，不要止步，福就在那等你。可是我的双脚着不了地了。好。你瞧，你不是踩在地下了吗？谢谢，多谢长者。李口木，好吗？不要止步，不要回头。不是铁大松吗？松吗？哦，不是。嗯。啊，嘿嘿，我明白了，借尸还魂，李孔木又活了。活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变成瘸子了？因为铁大松是瘸子，那当然你也只好当瘸子喽。死了。哦。哎哎，李孔木，你别走啊。走啊。嗯，你怎么叫他走呢？嗯。你死了又活，我们怎么向城隍报告呢？告呢？如果你够朋友的话，就跟我们走。慢走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哎哎，不行啊！行啊！不行，这样是人，不是鬼。是鬼。怎么是鬼呢？是铁大松，
不是李孔木。孔木，我们抓你去，怎么交代得了的？得了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要你的灵魂，跟我们去。能去。就算你再死一次吧。是吧？好吧，免得你们为人难。不是为人难，是为鬼难。嗯，鬼难。哎，是不是你们在搞鬼？我们本来就是鬼，还搞什么鬼？魔鬼。好，那我去上吊。捡到了一条命，不想死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死不掉啊！想死还死不掉，才怪呢！怪呢！哎，你可以跳河，河水上面又没有盖子。盖子。好，我去跳河。希望这一次我能够死得掉。好，你死吧。死吧。哎，老头，原来是你在捉弄我们。我们。啊。哎，你不让他死，叫我们兄弟怎么交差？交差。拿我的令牌向城隍菩萨去交差吧。回事，赶紧跪下！跪下！太上老君驾临！驾临！小鬼有眼不识泰山！泰山！恳请恕罪！恕罪！啊！跪！哎，跪！他是太上老君！跪下！跪！长者，啊，太上老君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没有事了，起来吧。谢谢太上老君。林孔木，我送你一根拐棍。一根小枯枝，枯枝别丢弃呀，来日成大器。世上无废物，妙在失底细。来，成个大器给他们看看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。成器不在大啊，适用人人夸呀啊！哎，哎，看样子你身上要背个葫芦才对呀、啊！把脸转过去啊。哎呦，果然是福啊，目前看起来是福，过些时候也许他带给你的是祸。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。你还漏了一句，安知非祸啊，我还有祸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臭师傅，臭师傅。滚开。彪悍的，你看什么看？你知道这字画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啊，
不甜也不咸，倒有点酸溜溜的。你的味道更难闻，臭不拉几的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快走啊，走！你是我，啊，我不是你，我是他。他，他是谁啊？啊，李口木啊。啊？你骗我啊！李口木端庄整洁，哪会像我邋邋遢遢的？啊，你并不邋遢呀。哎呀，这个才是我。哦，铁大嫂。什么铁大嫂？我是你老婆碧娥呀。大松，你怎么了你？哦，我不是大松啊。嗯？怎么会不是大松呢？哎，大松在这儿。去你的！你是吴家恶霸的妹妹，你以为我不认识你？大松就是被你哥哥害死的。是不是？你的大松已经死了。我不是大松了，我不管，我让你跟我回家去，走。哎，你怎么抢我老婆？哎，这回被太上老君说对了，可真是祸事连连啊。哎，啊，你说什么呀？啊，说什么啊你？说啊你，快说呀，啊，说啊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安置非福啊。他说什么？我也听不懂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大松啊。哎，啊，你怎么自己叫自己呀？因为你见死不救，上天罚你以命抵命，你是该死的。不要再折磨玉山姑娘了，赶紧到阎罗殿去报道吧。吴玉山。哎呀，你看这神经，神经啊！吴玉山，随我来。你听呐，你笑什么？是不是又听到仙雀在说些什么？娘子，他们在谈些什么？仙雀他说，吴生为恶贯满盈，将受上天的惩罚，家破人亡。打他！给我打！哟，哎，啊，你，我，哎，啊，这，啊，季瑶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倒知道啊，你还没有死啊！该死的死了，不该死的死不了。哎，慢点，欣欣，出来吧。哎，他什么时候钻进来的？哦，原来是你在搞鬼。
小玩意儿算不了什么，既然你怕了，我就把它给收起来，还原吧。哎，你少管闲事。哎，哎，我劝你们，把杨子放了，把张裁缝的金子还给他。把火药拿过来。啊？哎，不能丢，不能丢！你。这颗空叶金环是上天赐给人间的宝物，不可损坏，还原吧。啊，哼，你别得意，铁大松，等我炸死梁子，看你怎么救得活他。火药拿过来。你别再过来，要再来我就炸死他。人命大似天，不可任意伤害，回来吧。快走！哎，铁大松，你哪学来的这套法术啊？嗯。没带出来，你还不是一样啊？恐怕是丢掉喽。哎，你太大意了。啊，在那边。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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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这边，这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快。哎，好了。不对呀，我们今儿个身体好像比以前重啊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今儿个我们是来捉人的，不是来捉鬼啊。哦，嗯。哼，都是你们害我的，我本来也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何必要去弄那些不义之财？就是你们说长说短，没事替我出鬼主意，我这恨不得要好好的打你们一顿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员外，你怎么打我？刚才不是你打我啊？我怎么敢打员外呢？嗯，那就是你们两个混蛋，你敢骂我们两个？两个？骂你，我还想打。快走啊！那走。走走，跟我们到城隍菩萨那儿走一趟一趟。我们还没有死，你们没有权利捉我们。你们罪大恶极，城隍下令提早执行。执行。
慢着，你们放开我哥哥。妹妹，哥哥，这回你真的活了。把他们放。谁的命令？命令，我的命令。不行，走开，走开，妨碍公务，这是犯法的。法了，不要为难他。见过太上老君。老君。玉山姑娘仁慈有爱，已经被列入仙籍，成为仙女。以他的德行，可以赦免他哥哥的罪恶一半。玉山，我幸亏有你这样的妹妹。他的财产要被一把火烧光，就会变成一贫如洗的穷光蛋，留在这世上受苦。啊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哎，李孔木，别跑，出来吧。啊！铁拐铁大松，铁拐子，见过太上老君。你现在有福了，安知非祸呀、人世间祸福难定，如今你成了仙，已经无祸福之分了。可是我明明姓李，偏偏大家都叫我铁大松、铁拐子。那因为你是瘸子啊。那我们以后都叫他李铁拐好了。李铁拐，铁拐李。铁拐李。人世间有福也有祸，不必为祸福所困扰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尽其在我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为欧姐把安息，许下此怀一颗心，尽管道路多崎岖，我愿和你在一起，用爱心唤醒你我的灵，是正义